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哥。那这个新手换塔这个新手活动还有14天，就是说你那个进了游戏以后，这边有一个礼箱，然后新手活动就点进去。那游戏要打这个任务，很多很简单，你就照着做，打宝箱啊那些，就是都会有积分。那累积到700分以后，他就会给你一个SSR 自选宝箱这个。几箱，然后我们就来开，就在你的背包里面，好，你就可以选一个。那大部分的实况组都是推这个，好，兵工，那我们就先拿这个，那刚好也没有抽到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拿到一支送的五星武器，好，就到这边。